A1 鲍鱼面。哦，是啊，它闻起来很像那个什么？什么？辣椒鸡面。对对对，它闻。欢迎来到小厨的小厨房系列，我们今天要吃鲍鱼面。好，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我是阿宇，我是小球。对，今天要请九球吃鲍鱼，下面给我吃。对，的确是面。对，我们今天要吃的是鲍鱼面。为什么会突然想要吃鲍鱼面呢？因为这个鲍鱼面它上面有个 slogan， 也不算 slogan， 就是它特别著名，它上面写内有鲍鱼，所以今天就是为了证明说，鲍鱼面里面真的有鲍鱼吗？像各位那个老婆饼里面没有老婆吗？太阳饼里面也没有太阳啊，那鲍鱼面里面有鲍鱼吗？今天我们就是要来真实这个。那球球会对鲍鱼过敏，所以我们今天就来实测看看。它是真的鲍鱼？对。你拿我的命开玩笑？没有，我没有拿你的命开玩笑。我也会对鲍鱼过敏。不新鲜的话，来，我看一下怎么煮哈。450毫升的水煮沸，加入调味包，再煮沸3分钟，收火10秒，再放入鲍鱼。然后先给各位看一下，就是这个鲍鱼面。那这个其实是观众送我的。你有吃过鲍鱼面吗？我也只是问问。好小，我要不要再煮一份？没有鲍鱼啊。有啦，是这里啦。干什么？看摸起来这么像干贝。切片。干，鲍鱼还要切片，一个成本又没多少。不好说，你会不会太大锅啊？不会不会，应该还行啊。好，我们先加入调味包，糖。干，我刚刚有没有讲的那个飞天小女警里面糖香料美好的味道？事物吧，味道吧，糖、香料，还有美好的味道。我只知道有 X 是什么东西。你可以尝一把。有点中药味，你闻闻看，香，是不是有中药味？哪有？来，接下来我要下面给你吃。面下了一下以后，我们可以加入鲍鱼液。煮好以后即刻享用美味可口的 A1 鲍鱼面。来，いただきます。有点难哦，我用这个，然后有点烫。它细好多。看，我是 YouTuber 啊！等一下，先不要吃。凯若喜欢。先不要吃。好，いただきます。先吃吃看面。我觉得面没什么味道。我觉得面没有熟。有，应该有熟。有啊，可是没什么味道。还行哎。哦，我有加汤啦。加汤。水啊，不要胖。面的话，我觉得它有一点淡淡的中药香，它里面那个酱汁有点融入进去，但是没有很入味，因为可能这个汤也偏清淡，所以一定要配着汤一起吃。如果论好不好吃，我觉得还行，还好，5分吧，1到10分，5分。我会给3分。接下来吃看它的鲍鱼，看我的鲍鱼怎么这么小，它也差太多了吧？两个跟它图片上画一样哎，看应该是假鲍鱼。这应该是九孔，或者是假九孔。对，鲍鱼的味道不是这个味道。哎，不愧是200元的泡面，还行，我很好养。什么什么 ？A1 鲍鱼面。哦，是啊，它闻起来很像那个叫什么？什么？辣椒鸡面。对对对，它闻。它是贝壳类。它真的假的？开始养了。它是贝壳类。真假的？真的啊。真假的？真的啊。我是里面养。哇，它要急救。好好哦。这一段剪进去。哑巴，你是不是要喝水？你水就加太多，哦，真的吗？太淡是不是？这个面没什么味道。对啊，没什么味道啊。我觉得他那边说它有个淡淡的中药香。对啊，原本是想要重重的中药香，只是不小心你水加太多了，变成淡淡。淡淡的中药香，哇，我好棒。它这样子面吃起来都还是有一种那种就是科学面的味道啊，都没有。对对对，对不起，都没有把那味道煮进去。好，干我的错啊。好，来各位，那个另外一个鲍鱼面煮好咯，等等。它是里面是两个调理包，然后拿去煮，然后煮一煮就成了，然后一样有，蛮重的红萝卜味的。我觉得这我直接给差评。又有红萝卜。对对，没有错。我来试试看红萝卜好了。恶心。你觉得红萝卜？没看。但红萝卜没有红萝卜的味。不要骗我，它就是红萝卜。你要不要吃一个看看？我不要。我给你1000块。好。你可以给我1000块吗？1000块哦。给我1000块，然后我吃吃看好不好？我也要1000。我保证，我会回答有红萝卜的味。明明就有2000块，没有没有没有，真的诈骗。你觉得有？可是我觉得，因为
红萝卜的味有点被它里面的那个汁，它就是很甜的红萝卜，对，泡已经泡到那个烂掉，舀出来都是汁，还行，这样红萝卜我比较喜欢。再来吃吃看那个面面，面面为什么装可爱？你在叠字，我就打。不行，面就要被干了。你觉得它的面比上一包好吃？怎么说？它面味道嚼劲有点怪。硬硬的，可上来包在这边，然后它在这边这样。哦，那也没差多少，就是好一 点, 點。来，我要试试看它的鲍鱼。哦，看这你已经过敏，这你不行。是吗？这不过敏，不要啊！干馋了，球球要死掉。这个不算鲍鱼，这个偏酒孔。鲍鱼要再更成熟、更长大一点。这一鲍有蛮多料的，我觉得比较好一点。我觉得它可能比较真一点。我也觉得它可能比较真一点，这一包料比较多。还好，两个都过敏。哦，干，所以这一包有可能是真的羊，羊，嗯 ，OK， 好，那两包都是真的鲍鱼，没有，不知道是不是鲍鱼，可是应该是有甲壳类的东西。应该是九孔，九孔比较便宜。不行，这包我直接给他差评零分。啊，又有红萝卜。对，我就知道。他要给我1000块。那各位观众，如果你们喜欢这影片的话，欢迎在下方跟订阅喜欢，啊，可以去订阅球球频道。按球球粉专，就用球球个人 FB， 那我们就下一部见，拜拜。哦，有没有叫大家订阅我？哎，我也要。来，我来，我爸有听到吗？